观众朋友晚安，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我是晶晶。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的状况哦。今天台股呢，因为美国的信用平等被降评，再加上呢出现了第五家银行的倒闭，所以呢台股也受到牵连了。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开始往下杀哦，最低重挫到了350点。很多人真的在今天看到这个台股哦，真的是绿油油一片，然后哀鸿遍野。所以很多人说，哎，那我是不是收起来，我不要绑，不要再做股票好了？我们看到今天包括了这个上市柜指数都是跌破了我们专家跟大家提醒到的这个多方防守价的情况。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不管是上市柜指数还有个股的部分，像是广达啦，还有今天的光宝科，前阵子很强的，但在今天都一样是跌得很惨哦。接下来该怎么看？赶快请教我们专家，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恩分析师，欢迎您。好的，那么其实呢，大家可能说呢，今天的下跌是因为美国被拿到 Triple A 的平等。那讲到 Triple A 的话，我突然想到一部片哈、哦，有部片叫 Triple A， 那叫什么？什么终极保镖？就那个很喜欢搞笑那个男的演的，他是演 Triple A 的保镖，三级保镖啦。真的，他被降变成了。Double A Plus 对，然后后来他好像把他养父给杀了，那部不知道叫什么什么终极保镖什么包，你知道我在讲哪一部吗？啊，不知道，好呀，哎，就是那个找一下，就是那个也哎呦，我现在记忆力真的好差，我看我还是要去植牙好了，所以牙齿很重要，对不对？你昨天跟他提醒的啊，可能会有缺牙会有失智的风险，而且缺牙的话呢，我们稍微就把它讲完好了。缺牙会导致于你的肩颈会出问题。是是是，后来我来研究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举例好了，假设你这边的牙齿不好，你会用另外一边咬，那你用另外一边咬的情况之下的话，它就造成你这边的肩颈的负担不均衡。对，所以说我说有时候觉得当人为什么这么麻烦？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广达开始跨足了 AI 医疗，他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马上发明那一种可以治疗癌症的那种小型机器人，你知道吗？他如果发明了，应该就可以赶快救他的股市吧？如果发明出这样的机器人的话，因为广达旗下广明就是做机器人的嘛，那如果发明这样机器的话，那广达可能会涨到200万块。因为根本不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吧？等于说，我们会有癌症。如果说我们以后可以用注射，然后把机器人打到我们体内去，然后就把那癌细胞给切除掉或杀掉的话，那当然这样股价是不得了的。就像今天呢，我们讲坦白，今天很多股票涨停板就是来自于什么 super conductor， 也就是所谓韩国发明什么 GLCC 啦。那至于说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成真，那么我没有。今天盘中非凡的主播就问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今天包括1605的华星、1609的大雅，他们是唯一 super conductor 当中唯一没有涨停板的，而且爆量收一根所谓的倒提之线。他问我到底能不能买，从这边刚刚做一个起始点开始讲哦。基本上我在节目当中，我在跟我强调，我说主力做手的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夜水的观念。更重要的夜水重点，大盘你一定要先看得懂，大盘摆中间，摆中间，个股摆在一个所谓的旁边。就像呢，你所看到，不管包括2308台达电、2301的光宝科，他们都有超级无敌世纪大力多，甚至2038的广达，今天早上呢也看到呢，他不知道跟某一家台湾的医院开始要开发所谓的 AI 的医疗相关概念股，结果这些股票全部倒。那我请问各位，全部倒的业水原因，老师，那是因为美国害的。来啊，今天问一件事情哦。今天美国的信评被调降，拿掉 Triple A 三个平等，美国期货有暴跌吗？没有啊。今天盘后盘的时候，AMD 全名就是 Advanced Micro Device， 它有大跌吗？没有，还涨了5%之多。你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不管包括 Philadelphia Index， 就是 SaaS Index， 或是这是太复杂，就是费半指数，甚至包括 NVIDIA 的辉达，它有跌破我每天辛辛苦苦跟大家分析的多方防守价吗？没有。第四件事情，昨天更有戏，昨天外资很好玩哦，期货买了4000多口的多单，现货一口气买了8级，大家以为要反攻了，好，结果呢？我问你啊，再回来原点嘛，美国期货有大跌吗？没有吧。被拿掉 Triple A 的平等有大跌吗？没有的。好，那问你哦。基本上它的重点在哪里？我再举个例子好了。为什么你要去下载我们软体？第一时间你有主义心态，因为今天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所谓例子。就像今天呢，我们不管看到2301的广宝科，甚至包括2038的广达，所以盘中急拉的1605的华星，那时候都有会员问我说：“小师啊，现在 super conductor， super conductor 叫到什么超级材料还是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全名叫什么，super conductor 这么样的夯能不能去买？
我只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空，所以代表今天台北股市不是开高走低，就是开低走低的几率大。那你说我今天去买1606的华兴，我今天去买1609的大亚，因为我们看到呢，不管包括泰明，不管包括金逸鼎，他们量能涨停板买不到，所以说我买这些股票，你当然具备它一定的所谓风险值存在，甚至我现在斩钉也跟你预告。等突然吼有一天你买到这些超级材料概念股之后，相信我，你买到的那一天一定会直接打到跌停板。对，所以说你可能一天会输了20%。哎，现在哦，股票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现在你连广达这么大股本的好几百亿的股票，动不动就涨停板，动不动跌停板，更何况是那一些股本连10亿都不到的小公司。好，我讲得很慢哦。好，不过在此之时呢，我们开始来慢慢解盘哦。所以今天呢，非凡新闻台我们盘中连线的 CG， 好，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 CG 的部分有一个写个金，好，有一个写个金，就代表今天的多方报价是落在17036点，还有218.25。老师，今天好像这两个价格都跌破，拍谁不是好像跌破就跌破，这个是很罕见哦。这从去应该不是从去年了，从今年了、啊，今年了、啊，今年大概从三月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不管包括加权股价指数，不管包括 OTC 指数，它同步跌破多方的 SY 防守价。那我这包括来，你包括你可能不想承认事实，来，我举例哦，一档2382的广达，我再一遍哦，我不是买在70块钱。我是买在132块钱，可是132块钱买，我149块钱买，170块钱买，是来到213块钱，我还在做加码买进的一时动作，我是一路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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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看好它，看好它之外，如果说单纯就技术面空间理论，好，就好像最近你们陆陆续续拿到我们股市操作 SOP 的影音版或 AV 版。或航空版，你有笑，影音版、AV 版、航空版，讲个笑给别人听啦。影音版、AV 版、航空版，好，里面的话我再一遍哦。你除了是看好它之外，更重要的业水重点，我讲坦白的啦。好，我再举例哦。有时候为什么哈，你们要学习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你知道吗？2609，因为2603长荣它有除货权，什么出现，那搞得太复杂，然后又减资太复杂。我们讲2609好了，2609阳明在200多块钱的时候，你也看好它。啊，那时候如果说我们单纯就本益比的角度，拍谁本益比就是5倍多左右。可是问题为什么会从200多块钱一路暴跌到100块钱以下？因为很简单，除了基本面之外，大家不要忘了主力做手的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就是所谓的空间理论。再变哦，2382的广达，我能从132买，149买，还有169买，然后213我都还在买，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它的收盘是大于空方的一所谓防守价，收盘大于空方防守价等同于空头 GG， 这观念我们教大家非常多次。那如果你听这句话有问题的话呢，麻烦你真的一定要索取我们股市操作 SOP 的航空版哦。好，没讲完哦。那我收上空方防守价，代表空头溃堤。那我如果跌破多方防守价，它是另外一种思维嘛，是不是代表多头的业水溃堤？对，是这样吗？所以说呢，先恭喜北部的投资朋友们。北部，对，明天有可能放假，是不是？我看那颗球放假几率好像不太大，很多人期待啦，但是还要等啊。可是应该很难呢、欸，那明明就是很难，没有没有没有，动作很慢。没有，恭喜大家一件事情啊，你明天可以自己放台风假哦，你自己在家放假嘛，去泡温泉的、啊、去泡温泉的、啊，去泡温泉的、啊。我是觉得啦，台风是最好是不要来，因为我有片山呐、啊，台风来我觉得很麻烦呐、啊，到时候那个树倒什么的，最好是不要来呀、啊。反正台湾只要有水就好，不要有台风最好。就像这次之前的什么莫拉克，那是这次上次叫什么？你好像记忆好差哦，才刚过才光你没有跟外国人讲没有用啊，因为他才刚从加拿大回来，他搞不清上次叫什么台风。对啊，上一次什么莫拉克杜瑞是不是还是苏瑞？苏瑞杜瑞还是苏瑞？哦、我突然想到什么一个阳光一个月光，那、啊、叫苏瑞。啊，不好意思。没有啦，你只要台湾有水就好。那当然，这种进来的话，你不管包括农损，哎，拜托，你知道那个农损会差多少？哎，农损反正我家又不在种菜，对你家不在种菜，相信我，
今年的中秋节，你将会迎来史上最贵的文旦啊！本来这样子嘛，人家台风到中南，对台风到中南部去，那西瓜打落，哎，每一个那农民真的很可怜哎，他们一个植栽，甚至包括渔船也都是一样。我现在知道哎，你知道一艘渔船随便一出海的时候，就是花100多万哎。哦，我靠，那有个夸张的，那油没有包括油料嘛，包括请外劳的钱，还有包括什么通行费、还有停泊费，那全部都要钱。那同样农民他们一口气种这么多柚子，也是很多钱呐、啊。所以说呢，希望呢台湾天佑台湾呐、啊。那不，所以说呢，好，我先讲结论好了。我建议大家了，明天即使没有放台风假，好，自己选择给自己放假一天，对你们而言是绝对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就不管包括加权，不管包括上柜指数，今天的收盘全部跌破多方防守价。老师，可是辉达没有跌、啊。好，我问你，如果说你是外国人在变哦，昨天外资为什么要买80亿？因为很简单，辉达的股价还包括费弹指数的股价都维持在高档做震荡。那如果明天早上起床，辉达跌破456.9的多方防守价，你认为外资他会买还是卖？相信我，外资会持续卖，而且提款非常非常多。那你说老师，那个问题重点来了，那这场游戏这场梦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来，我们再看第二张图卡、哦、这是我精心帮大家准备的。首先呢，你靠一下，这其实也没有准备很久了，真的啦，因为我们电脑手机版在正下方，电脑版在右半边，我们会很轻松的每天呢、哦、盘中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明天的多空的防守价，好，看清楚哦。基本上呢，你说这一个行情有没有可能直接出现马上修正的结束？我先讲哦，这个几率很低，超级无敌低的。除非什么状况？除非明天的开盘，不管包括 OTC 指数217.79，不管包括加权股价指数17029点，除非明天开盘直接开上。那说老师，那假设明天开个平低盘往上急拉，拍谁往上急拉，来到这两个价位，你就会看到很多脚底抹油的震荡。好，听不清楚再一遍哦。基本上呢，我们在金晶之前那一任主持人，差点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哦，好，小婉，我就提到一个观念，我说呢，在礼拜一的广达那一根长黑 K 棒之后，它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个走箱型区间震荡，是第二个走下降三法。结果小婉听到下降三法，开始皮皮刷，没有金晶他也知道了，自己他也知道下降三法，它的 definition 就是说我今天一根长黑 K 棒之后，我会开始上下震荡，对，它就震，然后再往下，是来你看住我。那你看哦，我说一个是箱型嘛，一个是下降三法嘛，是。那可是呢，如果说你单纯就238的广达的走势，它是走下降三法哦，而且哦，我是觉得啦，这个下降三法有一点还蛮离奇的。为什么？下降三法它的定义哦，再讲一遍哦，它是一根长黑 K 棒有量，对。可是呢，在肚子里面端的时候是无量，有量背起来有量。对。可是广达哦，昨天很机车，你知道吗？昨天那一根红 K 棒的时候是有量。是有量哦，你看着我手指头是有量，是有量啊，有量之后呢？有量正常，你是要走箱型，你要走 box， 就你没想到，你既然箱型做不成，好，我先点到这边了。好，继续讲完了。基本上哦，我们应该蔡总统的任期到明年的一月嘛，一月没错吧？我们要感谢蔡总统这8年的执政，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你和老师你也太狗腿了，错，我单纯就股市的角度哦，我不管你们认为说蔡总统到底做得好还做不好，至少在股票市场这个区块，我真的记得好清楚哦。当时呢，8年前，应该说7年前的520啊，很多人很看衰台湾嘛，讲说啊，蔡英文执政啊，然后两岸关系要变得非常非常严峻。哎，8年前，我讲8年前的事哦，结果呢，拍谁？当时的台北股市就从蔡英文执政的那一天一路喷一路喷一路喷喷喷喷喷喷喷一路喷到一个所谓外太空，等于说就整体的业水趋势方向，它都是一个标准的多。好，所以说要感谢台湾哦。那好，那重点来，老师啊，明天我看哦，今天外资卖这么多，明天应该不可能开高，好清楚哦。基本上哦，我今天慢慢讲，我也希望说呢，我能开始去学习模仿，好，开始要讲慢一点，对啊，要用口头禅。晶晶，我告诉你哦，讲慢一点，我告诉你哦，好，我告诉所有观众哦，好，你要出现止跌有几部曲，第一个
第一个我该讲的嘛，你明天早上直接跳空开高，重新回到空方防守价，不过我认为这几率很低。第二个，你明天不管啊，你开平盘也好，开高盘也好，你要一定要杀。那杀分成两种，看清楚哦，这张图卡你不要只给我看一半而已哦。这两个多方防守价，我就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它能不能破？老师，二一二是广达吧？靠腰，不是啦，还好我没有开放网友留言，不然有网友说老师二一二是广达，靠腰，二一二是 OTC 指数 ，OTC 指数就是上柜指数，上柜大盘摆中间，个股摆中间。那如果哈，没有拆两块，哦。如果哈，明天盘中没有，等于说我一直希望说了，你们来上课，上完我课之后，你每天大概会有一个印象表象，说，哎，明天我的行情要怎么样走，好，对我才来说比较有利，而不是在每天盯盘，你盯盘没有什么鸟屁用啊，盯盘今天早上看到广达，哇，一下上去，一下下来，然后跳进去买又死掉了、可是问题主力心态他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今天不是开高走低就开低走低，你就不用管这件事情了嘛，尤其广达是标准全职股，所以说全职股根本啊，全职股逃不过，就像昨天6285起机啊，不是一根红 K 吗？每个人说着哦，我要起机啊，然后今天呢又变大跌了。对 啊之前大家不是有 COAS 啊，不是大家觉得说3583星云3131红硕啊，就今天红硕，哎，红硕连续两天两只了耶，很恐怖耶，那是很恐怖的，那很恐怖，没有啦，现在股票市场我也不知道耶，有点感觉在穷把这些投资朋友搞死，你知道吗？之前一个航运类股把大家全部玩到挂掉，你懂我意思？很多人，我举个例子哦，他光航运类股他可能1000万的资金剩下现在只要100万而已，那你100万资金，你又用来搞这些 AI 的股票，也许100万变成200万，啊，现在又从200万变回到100万了。那如果再跌下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说过的，我每天我真的会很努力的花时间去跟你解大盘这主要原因。来，那我讲完，好，来把笔跟纸拿出来抄哦，好，抄，来抄，不是只有截图，这张图要照相之外开始抄。好，问你哦，我问你哦。我明天齁往下急杀，最好这都你了，咳嗽还有跟着咳嗽，你被传染了，靠腰，所以你们相信我还没确诊，我都还没确诊过，真的，对啊，我只是天选之人。哎，那天有个医学报道，他说天选之人是身体不好啊，对，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没有做特别的防护，Protection， 我没有做特别 protection，可是我却都没有被传染。为什么身体会不好？因为靠腰，你的白血球根本就白吃。哦，他不会去抵御。不是哦，完蛋了，没有啦，正反两面啦。有人哎，天选之人不是身体特别好哦，你至少像今天他们也被传染过的话，基本上他们等于说他们的白血球，他会去标记这样类似的病毒，如果再进来之后，他会有防御能力。不过呢，恭喜大家一件事情啊，未来再来身体里面的病毒绝对不是新冠病毒，它早就已经变种到 N 种去了，所以说你的白血球也没办法做标记，也没办法做标记，太多了，所以说呢，它这边呢要做到初步止跌讯号，听清楚，看清楚哦。好，你能不能啊？能不能来再看一遍哦？今天我跌破多方往下啊，你明天能不能不要碰啊？等于说它往下杀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碰？可以啊。这叫课程我教过，念给听无所谓，叫提前拦截。没有，你现在把它想，你不要想那么复杂，你先把它想成它只是一档股票，一档股票，一档股票，它目前只是16707块，一个是212块钱，你能不能啊，明天盘中急杀的时候不要碰到，那差很多哦，不要碰到，然后收脚，就是第一步止跌讯号。是，老师是。啊，收脚 T 字线不是马上止跌讯号，老师下面有季线的支撑呢。好，我问你哦，我要问你哦，3231的伟创来到季线有挡吗？他把季线当草纸糊的一模一样，不要讲伟创了，多少股票威盛有挡吗？没挡，破就破了，破，他说要破就破，他说要破就破，这是为什么？我根本不屑看线，最主要原因。好，解完大盘哦。听不懂的话，我麻烦股市操作 SOP， 我们电话号码02239，把它带回去就对了。好，那股票的部分的话，来我们跳快一点哦。基本上在讲面，不管包括2382的广达，
不管包括二三年的广宝，你看到、哦、当时的一个所谓广达，我们从132块钱买，然后144块钱买，140块钱买之后呢，我们来到了一百四十四买嘛，然后149买，那149买完之后呢，我们159还在买，159买完160、170、180，然后一路买，买到多少钱？买到光宝科142块还在买，广达211块钱，我们还在加买进。嗯。我当时所凭借的一个理由就是今天的颠倒板，因为它的收盘它是大于空方的一个所谓防守价，所以当我们一路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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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完所换到的一个所谓成果就是，好，它的股价创新高。嗯，那创新高我们开始卖之后，可是我跟大家报告过了，我没有全卖，我没有全卖，因为我还在玩，我在想说它在玩什么样的把戏。甚至礼拜一的时候，礼拜一的时候，238的广达它形成跌破 K 板，我跟你讲说我没有全卖，我还是保有一定基本单。和要包括2301的光宝科，光宝科也是一模一样，我们从114块买，123买，然后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它是标准多133买，所以说短短两个礼拜我们先赚了120万，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又赚了17万，142加码买，然后甚至于包括143块我们还在做加码买进动作，甚至往下急杀来到 141.3，你看清楚，再看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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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盘的，看清楚哦，看清楚，看清楚，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就可以来反映刚刚所跟大家解的大盘，看清楚哦。7月27号，我已经忘了是礼拜几哦，礼拜四的时候，我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我很清楚的跟你预告，我说广达，哎，不是那个光宝科，它的多少价都在141.3，结果呢，它真的往下杀到141.3，礼拜五、哦，结果从141.3。一口气拉到159块钱，我活生生在短短两天之内，我又赚了两只的一个所谓涨停板。可是之后呢，你可能问我说：“小石啊，你为什么后来就不买了？好，你卖完之后就不买了？因为不是，再强调一遍，我有基本单。好，我现在还有广达，我还有光宝科，我没有35837，我也没有3131的宏硕，我也没有什么5388的中磊，那些股票我都没有。”好，我都没有，我懂得一个获利可持。那问题为什么我不买？因为很简单的，就是该死的238的广达、尤其呢，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你把礼拜的重播带调出来看，好，不管包括非凡的新闻台，或甚至呢，我们跟小婉的连线节目当中，我就讲得很清楚的、我说你的收盘呢、因为我的软体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他跟我预告礼拜一广达的多方防守落在239.6，这有点像 OTC 指数嘛、OTC 指数就像今天很多人问说谢老师啊，我真的能不能买？不是，今天 OTC 指数、加权股价指数同步跌破多方防守价，明天会不会有低点？我只是把广达再拿出来练一遍给你看啊，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跟大家预告239.62，结果广达很屌啊。他硬要收238.5，而且我记得那天哦，非凡最好笑的，非凡诗和 ending 的时候讲什么？希望广达能收盘收回239.62，记掉非凡传播单是。结果讲完话没有，希望不是我们决定的啦，对，是不是我们决定的啦？啊，结果他就嘟就238.5锁住，好，一直到 ending 锁住。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礼拜一我跟小婉连线的时候，我很清楚跟你预告，我说收盘小于239.6，等于它会来到226，逗点211。是，那我如果我知道它会杀到226，我要买吗？不买，当然不要买啊！当然不要啊！都知道了。礼拜一多少人广达就被这样被他点击开光，你不要去赌那一把啦！现在连211都来了，好，很惨。好，来继续来，我把它解完了。然后呢？这是昨天，今天回来，我们跟大家预告2301光宝科142.18。那我请问大家，今天2301的光宝科，它是盘中一跌破142.18之后，又再弹一次起来，然后142.18，然后又往下锁住了，就挂。好，还没完哦。所以说，包括238的广达，它在过去三天有两次跌破多方防守价。从132块钱一档广达，我能赚一倍。好，一档230的光宝科，我也可以赚6只涨停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他们收盘是大于空方价。哎，这观念学起来哦。因为我说真的啦，你们就要去想一下，当时航运类股你们是怎么大赔的？你们会陷入那种拉回找买点。就像 AI， 它是不是未来主流？我斩钉截铁跟大家预告，它绝对是。
不管包括不管连苏之峰都出来讲 AI 未来会无所不在，连台积电都跟你讲 CoWoS 它是未来的主流。那问题为什么有 CoWoS 这样东西？因为 CoWoS 它也是要应付 AI 它所要求的轻薄短小。我这样讲得很慢哦，所以说 AI 它是未来的主流，不能说 AI 啦，用在杀人武器啦，我们不要这样讲啦。 AI 至少要来用在什么医疗这个区块，就可以帮人类造福了非常非常的好处。可是我们之前呢，哎，晶晶那时候可能六月我应该没讲了，七月我讲过一件事情，我说现在哈是一个选举年，是选举的时候，什么怪事它都可以发生。我一再我这次我做 AI 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过，我很怕拜登，他会对中国采取另外一波禁令。因为只要对中国采取另外一波禁令，哎，人家黄仁勋已经把 A 一百降到 A 八百，而且呢，黄仁勋还蛮中国化的，你知道吗？八百比较好听嘛。不过黄仁勋还不够厉害，他应该 A 八八八八 H 八六六六。好，那中国人更要买单。对，因为六六六。对对对。结果呢，中国人也觉得很干，你知道吗？你从 A 一百到 A 八百，感觉数字是增加，可是呢，那个晶片 GPU 是被降频，是被降速，是比较 low end 的。结果没想到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呢，现在的 GPU 在中国是一日三市，因为等于说一下拜登呢说，哎，我要开始的禁止黄仁勋，好，你们绝对不能出口任何 AI 晶片到中国大陆去，你苏妈妈也一样，你们全部都不可能出口到中国大陆去，那我请问你哈，我请问你啊，不出口到中国大陆卖给谁啊？印度买得起吗？没有，现在最大的市场就是在中国大陆啦。对对，从之前的世界的工厂，已经变最大的世界消费市场。不然我问你啦 ，Intel 执行长季辛格、黄仁勋也好，苏之峰也好，还有包括很多啦，包括美光也一样啊。为什么执行长全部跑到华府说，哎，你不能采禁令啊，采禁令我们会完蛋啊？可是拜登说啊。川普这家伙真的是很难缠哎。现在哈官司这么多，结果呢，川普既然呢在共和党民调当中赢第二名，赢了37%，你们要看新闻吗？超好笑的，所以川普很屌，你知道吗？共和党现在要总统辩论，川普说他不去。共和党，我讲不是所有总统辩论，是共和党，对对，党内初选呐、啊，他说不去，因为他很屌，他说呢，我赢第二名的，我赢第二名的民调多了37%，所以他根本不去，干嘛去？对啊，干嘛去？他说你们这些小，你们自己斗就好了，你们自己去玩，你们去玩，反正你们也不可能让党内提名你们出来选。那所以说拜登他也看到这样的状况啊，而且拜登呢之前走路常跌倒，所以说现在听说那个 Air Force One 的那个楼梯也换过了。哦、真的啦，楼梯也换过，看怎么样拜登比较不会跌倒。那我请问各位啦，所有人、哦、都是为了当选总统啦、啊、当选总统的过程当中他去衡量嘛，如果我今天我去禁止，其实中国在 这一方面还做不错，他都闭嘴不讲话，他不讲话，因为他只要一讲话他马上中了拜登的计，拜登一定要逼中国干掉。然后呢，中国干掉的话，你看那中国怎样，他讨厌中国人，又可以拉到很多的选民，因为毕竟白人至上这块，我说真的，在美国还是有他一定的影响力跟市占力。好，那其他没时间讲了，来继续讲吧，继续讲，好，来看清楚哦。现在哈、哦，今天的哎，这个是哦，广达了，广达呢，他今天呢也是跌破多方的夜缩的防守价，是，所以说同样的嘛，刚刚你所看到的。加权还有 OTC 指数，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地方就在于说呢，他可以去测，或是最好不要测多方防守，那才是个标标准准初步止跌讯号。那同样，当他们在回跌的夜水的过程当中，老师没关系啦，广达基本面这么好，我再给大家看一档股票，你想一下哦，8210的秦城。也是很好哦，它也是 AI 伺服器当中非常重要的机壳概念股。麻烦你帮我数一下，它有几只黑 K 棒？应该有七只的吧？3035的一个所谓智源，这是害死一堆人在里面。我没跟你讲创意，因为创意你们不会买，因为创意太贵了。对，那3035的智源，我请问各位，再讲个笑话。今天呢，
盘中连线的时候，思翰也问我说：“哎，创意呢？今天总算跌停打开了，能不能买？”我马上回答：“不能买。”两个原因，嗯，好，两个原因，反正明天波重回来。第一个，大盘跌破多方放假；第二个，创意今天留下影线，你以为止跌哦？它今天也是跌破多方的防守价，所以说，在这时候，我只能奉劝各位。多看少做，反正既然已经跌破了一个所谓多方防守价，你一定要等它出现完全的止跌讯号。那当然呢，我刚刚节目当中有欢笑，有泪水，有教学。那你今天笑什么？那如果哈，你们真的听得不是很仔细，没有，你手中有持股问题，我建议啊，你先不要来找我。你先打电话进来，把股市操作 SOP 里面的 AV 航空影音版本带回去，好，学习去计算多空方，先自己去看，自己了解你手中的持股到底要怎么见证。那如果说真的还是没办法见证的话，那当然我来处理。可是如果说呢，你看得懂我们那个股市操作 SOP 的影音版，那当然恭喜你，你就照这个方式下去操作，你未来的功力自然会有大幅增加。或是你想要下载我们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题下，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好的，非常谢谢谢文分析师哦。现在操作真的就像老师刚刚跟大家提醒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换个楼梯，或是先观察再说了哈。避免这个失血过多这样的情况。好，还有更精彩节目内容，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呢，我们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我们再会了，拜拜。